我是1951年开始跟李宗盛学画。李宗盛是中国留日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画家，他与其说有代表性的画家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教师。他能够了解每一个年轻人的这个方向大概怎么指导。我们那个时候去他的工作室，他的工作室连地板都没有，都是泥土地。他自己住在一个阁楼上面，自己架一个房子的一房，那个叫在台北叫安东街，但安东街在50-60年前是很贫瘠的地方，没有马路，都是泥土地，一下雨就是这个脚就可以撑在泥土里面，没有光线，石膏像只有一个黑的，不是白的，因为时间太久很脏。他也不教我们，他就是说你们看着这个石膏像，你们想怎么样画，就尽量按照你们的方法。那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懂，根本一点都不懂，所以很挣扎，那种不晓怎么去表现，就是从这种挣扎。他说你一定要从开始就要用你的方法来说话。那你开始你不跟人家学，你的话就是讲是学画自己的话，就是讲自己的话这样子。所以他这个讲法是非常有道理，到日后你越想是越有道理。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人要把中国文化的面目加上自己的个性，加上世界性的潮流，你怎么样子可以融合。啊，这个题目大得不得了，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想。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去挣扎，就慢慢思考，你就是做得不好没关系，你就是要开始做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好的开始，你以后再来变的话，总是变得这个有点放小脚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。我后来就不画石膏像，就大家就想办法自己来创作一些东西。当然我们也说不定从西洋的这些画家去模仿一些，或者受他们的影响也不一定。但是每个人的选择就是不一样，像霍刚就选择一些超现实的东西啊，我就选择一些接近野兽派的东西。他觉得我的色彩是可以发挥的，他非常能够了解每一个学生，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。那之后我就出国了。Allora io posso lasciare tutti i contanti a una busta in portineria? Grazie. Saluto. Sto a capire cosa voglio chiaro.我去马德里的美术院参观一下，很保守。后来我到巴塞罗那美术院看一下，也很保守。我说我何必费时间，我就不参加美术学院，我就一奖学金就没有了，奖学金就没有。所以呢，我就要维持生活，我就给联合报写艺术通讯，差不多一个月写4篇5篇这样。联合报很支持我，给我一个月30块美金。后来在巴塞罗那认识一个画家朋友，一个有钱的出版家朋友，他就给我介绍了巴塞罗那最重要的一个画廊，叫萨拉·加斯帕里。萨拉·加斯帕里面，毕加索了什么？他别是米罗托洛山的人，所以他那个加斯帕他接受我，就说每个月买我3张画，30块美金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赚了60块美金，可以自己租个小房子，每天我自己也不能做菜，就到小餐馆去吃，刚刚好。
在1958年，我就到意大利去看威尼斯的双年展。哎呀，那我觉得意大利这个艺术活动比西班牙要活跃的多了，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到意大利来住。1959年我就来到米兰了，我去了威尼斯、Florence、罗马，最后是到米兰。但我也没有能力租房子，因为租房子他要先付租金，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，我就住小旅馆，你可以月底付房租的。对对对，我经常是口袋里2-3个铜板，真的，哎，月底以前就卖掉账了，老天真的是帮我们。那个地方附近有一个小餐馆，是8个姐妹开的。8个姐妹也是要帮艺术家的忙啊！你知道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呢。这个小餐馆大家都去，你进去吃，你到厨房里去拿菜。我跟你讲很有意思，你到厨房里去拿菜，你吃完了到门口，你跟他讲你吃了什么，那你可以多讲，可以少讲。你不会多讲啊，只会少讲一点了、啊。他也不在乎，他就收那个钱。所以你没有钱缴，他给你记账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蛮运气的。那个时候缴不出来钱，他还帮我记账。有钱的时候月底有钱，我再来缴。所以这一路上真的是很多人帮我忙。1959年来，我到几个画廊啊，他们都有买我的画，这样也不容易呢。但是1960年，一张都卖不掉。为什么？我不新鲜了，所以一张都卖不掉。那个1960年是我在欧洲最辛苦的一年。1961年，我这个展览是蛮重要。我想我大概有卖掉几张，我也不记得。那个画廊对我也不错，因为我要去展览我许多纸上的作品，我没有钱做框子。在米兰有一个做框的这个人，他也蛮喜欢艺术，我就去找马克尼。太快了，那个老马克尼。马克尼看金曼很喜欢我的画，他说好，没问题，你拿画来换我的框子。结果他有一次一天卖了我10来张画，哇，他说这个，他就很有兴趣了。那时候你这些抽象，东方的抽象，他们是意大利人是看得懂吗？你觉得？看得懂啊！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，他对艺术的一种精神性的一种审美是非常强的。欧洲人都看得懂，很奇怪。对、我就是到德国去办展览，有他就帮我们东方画会办展览，我办了好几个展览在欧洲呢。都是东方华为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反正就是1961年开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时候没有人接受了，不容易了，我们做。所以你一边是找到画廊带你你的作品，同时间你就找了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就开始发展这个庞图。庞图第一个展览是在米兰，一个画廊叫加达里奥，那个画廊是不错的画廊。那个时候我们就7个人一起展览。好，后来第二个展览我们就到巴塞罗那，巴塞罗那有一个Palacio de Exposición， 就是展览的一个中心点，那个是市政府的，我就跟他们申请，
居然申请能够展览，所以那一次就展览了好多画家，大概十几二十个。东方画会这些朋友都把画寄到我这里，就是我要办东方画展，大家都不想不到能卖画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卖一张两张的。他们不要钱，他们说你就拿这个钱做基金，帮我们办以后的展览。我就是这样做。哦，那好难得。我记得我们在高雄的时候看到人家有一个书院，然后写唐图这个点，哇，我看到就觉得特别感动。我觉得那时候六一年，这个就好像观念主义啊，真的为艺术而生活，真的为艺术而生活。对，人家跟你那个唐图这个点。是哪一个时候突然拼发出来，还是跟卡德勒是怎样拼发出来的？主要是我跟卡德勒发起这个点的运动。这个以前7号呢就是卡德勒的住的地方，我是住的3号，他住的7号，所以我们后来认识就变成朋友。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非形象主义非常风行，那么我们两个聊起来呢，就对我们两个都对非形象主义不认同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理念很接近，所以他就提示我们干脆先创办一个小团体，我们再去摸跟我们适合的人进来，就是梦多运动。他是怎样去看你要表达这个点的一种精神？因为你是单纯是一个东方的一种精神，对啊。但他那时候也是，他是老外，但是去这个点融在一起了，两个东西方。就是他很同意我的想法了，这个想法东方人可以用，西方人也可以用，是。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先我们两个合伙就办了个展览，点运动的展览。那么我们去邀请别的画家，像冯塔纳啦，因为卡德拉很早就认识冯塔纳，冯塔纳我也认识，冯塔纳也很客气，他就把画借给我们，他一起展。还有个女画家达达曼因哦，好几个，那个都是我当时伊莱米兰认识的。然后那时候是日本这个吴妻监制郎，是吧？他已经开始了吗？那时候。61年的时候，第一个有，对啊，对，我很早就认识他。对，他来意大利是上米兰美术学院，吴妻监制郎以前在日本是那个自杀飞机这个的成员，但是没有对，没有轮到他去，因为战争结束了，所以他后来就是。很倾慕那个佛教思想，他变得很有这个宗教性。但是那时候61年、62年、63年这段时间，如果除了你之外，就开始李元嘉过来济南，然后小米对住在你这边，然后就你们两个之间是好像一个战队一样，一起出去还是各自各？我都鼓励他们来欧洲了。对。那李元嘉是第一个来的。对。
第一个来，因为我很早我就知道李元嘉的风格是他蛮个人的风格，所以我知道李元嘉虽然讲话很少，但是他脑筋很清楚，所以我就后来就把李元嘉介绍了认我一个做家具的朋友，很有名，在博洛尼亚，离这里200公里，他是一个意大利，全意大利几个有名的家具厂。他叫什么名字 ？Gavina。那 Gavina 这个人呢，也是很 spontaneous， 而且他也是蛮够意思，脾气不大好，常常会跟人家吵架，但是很够意思。他说啊，你在我他没有地方住，我工厂里头给他一间给他住。那李元嘉又没有钱，他就那个是在郊外了，你走几步就到那个什么苹果林啊什么那个地方，他掉下来的苹果，就是苹果。他在他的洗澡缸里面摆了半缸的苹果。通通是在外面捡回来的苹果，都摆那洗澡盆里面，洗澡那个洗澡缸里面，他天天就是苹果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那个人真的是奇人一个，真的是。那时候我觉得呢，还有这种以前那种人情味哈、啊，有看到你们没有太多钱啊，就给你们地方，然后是帮助，真的是。也住在我家里，住了几个月在米兰，住了几个月以后，他说他要到巴黎去，他就到巴黎去了。那你有去巴黎吗？我也去过好几次。我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画廊合作，他是叫 Galerie d'Art Contemporain， 就是当代画廊。他是 Matteo 的代理人之一，还有意大利雕刻家 Pomodoro 也是他在代理。后来我是他画画廊里面最年轻的，我那个时候是画有点几何抽象的东西。对啊，他1960年就在巴黎替我办一个大画展，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，所以赵无极对我也另眼看待。那你记得展出多少张作品？那个巴黎你第一个个展那么重要？至少30-40张。有啊，四大个展。对啊，四大个展了、啊，像习德进啊，什么其他的，在巴黎的一些，像赵无极都来捧场呢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把这些画都带到巴黎去，甚至于在那个画商的家里画，因为要省运画的钱，我就到巴黎去住了3个月，把一个画展都画出来。米兰这个画商跟巴黎的画商讲好了，要。他们两个要两个人定跟我定合约，所以我有一半是米兰的，一半是巴黎的。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你生活开始觉得应该有一点转变了、哎、我在巴黎开画廊开画展的时候，1964年，那边的中国画家羡慕死了。在回想60年前在西班牙得到你觉得你预期的一个反响吗？你每次这样子做展览有没有一些自己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呢？这个东西还是没有，做一次慢慢这样累积起来，慢慢提升。对，西班牙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市场，在马德里就是 Grupo El Paso，就是这个马德里有4-5个艺术家，他们有一个团体叫 Grupo El Paso。那么巴塞罗那呢，有一个团体叫 Dau Arset。Dau Arset 是卡塔朗的方言。我到塔皮斯家里去访问，我替塔皮斯做了很长的访问，那个大概是1958还是1959。哇！写给台湾联合报呢。那我想应该塔皮斯的第一个访问稿。在亚洲就一定是19年，哇，那这个多前卫，对，多重要。对，他们整个是西方的消息都从我这边去的，在西方有一种航空邮件，你不晓得知不知道？
它是一个信一个信纸这样折起来，就是信封一样。那从欧洲回到台湾是要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？没有，那个航空还不错，十几天就到了。因此那一张纸头，我就写很多，写得很密很密的。所以我在这里知道的讯息，我能够知道，我通通都写在那里。然后你再将庞图的展览也搬到台湾。庞图是1963年第一次呢，是有许多西班牙的艺术家、当代艺术家都参加，而且那些人很够意思。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展纸上的装，因为布上装没有。卷起来寄过去。对，就卷起来寄过去。他说，这些艺术家就跟我讲，我这些画都送给你们，送给你们。好，那我除了感谢以外，展览以后我就捐给历史博物馆，台北的历史博物馆。我一厢情愿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些画送给历史博物馆，他们就丢在仓库里，现在找都找不到。那时候1965年、1966年，你庞图差不多要结束，然后你要去美国。对，这段时间。1967年是我，1966年先去了4个月美国。为什么要去美国？因为我们想在意大利也不容易发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可尼有一些新的画家进来，就有点把我挤掉下来。那我老婆那个时候，她在意大利也没有办法发展，她在英国有跟一些几家公司合作过，做这个 graphic design。她是做什么的？你的老婆？她是画家。在米兰时结婚，然后两个都是画画，然后你去美国，她去英国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要试试看哪一方面有 chance。对，所以我说用不到两个人到一个地方。对，为什么要选择美国的时候？年轻时候就有一些幻想啊，美国那么大的地方，那么多画廊，总是有一点现实，都是这样冒险去的。对。那结果可能有机会就过去吧。对。那时候他比较战后的时候，美国确实当代艺术来说，他们是但是领头羊啊。美国的这个画廊界跟欧洲不一样，欧洲的画廊界如果他对你有兴趣的话，他会直接跟你买一些画。美国没有一个画廊买画，他如果对你有你的作品有兴趣，他就可以帮你开个展，他们就看一看你的东西卖不卖得掉。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个主持人，看那个 Institute 就是办美国 Carnegie Exhibition， OK， 他4年办一次。那是这个叫这位先生叫 Washburn， 他个人到世界各地去选艺术家，真的。那他来过米兰，后来他在那个 China Institute 做 director， 在市中心。那我到纽约，我记起来他是在这个 Institute 做主席这样子，我就去跟他。去拜访他，他很客气，马上帮我介绍了一个纽约的好的画廊，叫 Rose Free。Rose Free 是当年美国第一个介绍几何抽象的人。哇！第一个，运编系列是我生活很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不能自由嘛，你受很多限制，所以自然而然在潜意识里面，你就会接近运编艺术。那那时候你在美国的时候，有没有跟比如说李元嘉、夏阳啊、霍刚他们就是有联系的？因为他们还在欧洲嘛，你也是第一个先过去美国去探路。我就把夏阳第一个带过来。我在纽约那个时候租了2个 apartment， 对，他有那种 rent control。Yeah。Apartment，
就是不涨价的，很便宜，因为他那个房子要打掉，他要做新的房子。对对 对, 对，我在他房子没有打掉以前，我就租了两个 apartment 小的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我就跟向阳说，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有一间可以让你住。后来他到 downtown 去找了一个叫什么？他们叫什么？这种厂房一样的这个 studio， 很多艺术家在那个地方租厂房，因为比较便宜，空间比较大，也可以画画。这个向阳租的厂房的时候，那个机器还在里面，所以他就三分之一才可以用，三分之二可以用，三分之一被那个机器占住，他从来没有钱把机器再拆掉。纽约是一个很困难的城市，我几乎是想不做画家。那时候你是不是在美国也是开始教学了？那个薪水很高啊，教学。后来，然后那个 university 是我一个朋友，一个开画廊的朋友给我介绍去，我在那里教了四个月，没有展览，因为在纽约很难打进去。后来我女儿就在纽约出生，我那时候去跟我第一个太太一起去，她已经是怀孕了才进去。是从英国过来，对，美国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要在美国再住下去，我就不能做画家，因为做画家一张画都拿不掉。所以呢，我想，好吧，那我就回欧洲，我就1971年还是72年就回欧洲。从什么时候开始、啊？不值得，消情啊，消情啊！那、啊、我就在这里面。有你的名字，你不记得吧？但是我要从那边那个门上进。这个是大理石。那时候从美国回到闽南，你一下飞机回到闽南，呼吸闽南的第一口空气，你的感觉怎样？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幻想，就想到美国去发展，但是不容易，因为美国纽约的地方，第一个 control 的是犹太人，是他们犹太人讲，New York is not New York, New York is New York。回来以后，我又到马尔科尼那边，其实我在马尔科尼那边他一直有代理我了，问题是我是去马尔科尼画廊第二个画家，后来去了好多画家，所以就有一点把我摆在旁边的感觉。我67年就在马尔科尼那边有一个展，就是素描 graphic 这样子，因为马尔科尼他是66年才开始他自己画廊，67年你不是在，对，但是我的作品在美兰岛，那些年代我从美国来来去去了啊，所以这个样子。对，那来来去去就试试看这个行不行，那个行不行，就是这样。美国的时候你画英变了，是是是，然后回到美兰的时候就回到禅系列。对，禅系列。对对 对, 对，这个转换中间，因为我觉得是跟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，因为在美国生活是很紧张，也很难找到出路，所以有一点自己保卫自己的感觉了，所以那个作品都比较是硬编的。后来我对那个禅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，所以我就影响我作品的改变。太阳系列是我1963-64年开始画的。对，63年开始。对，因为突然启发你要画这个。因为我那个时候，62年以后，我对西藏的这些哲学很感兴趣，我就看了一些关于西藏的书啊，这样子，那就启发我画太阳系列，因为
西藏有一些他们这个庙里面有些画是抽象的，对，你到这布达拉宫里面就有抽象的画，即可解脱，是是，所以我觉得哎，这个西藏的那些壁画有些是跟现代主义比较接近，所以我就给了我一种启发，我觉得我画现代主义不一定是西方，也可以是东方的。大家都说探月登陆月球啊什么，结果往踏空要探索吗？我是从600开始，1960年开始，我认识了一个跟外太空人有 telepathy 啊，这个怎么讲，灵交吗？是的，在都灵、哦、所以我特别就那时候我看的杂志有他的介绍，我就特别到都灵去拜访他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他是每天都是接受 message， 每天下午2点他就会坐在他打字机前面，这个 message 就会进来。那 message 是什么？各个星球的状况他都跟你讲，有几个外星人跟他联络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星球他告诉你怎么生活，他们的人这个制度怎么样子，他们的政治状况是怎么样的。像现在这样还在吗？去世了。去世了。但是他去世，我可以跟他的灵交。我在都灵有一个另外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我跟那个朋友可以去一个另外一个 medium， 你知道 medium 就是啊，那个 medium 就会，他就会，我这个朋友去世的朋友就透过他跟我讲话，都灵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有许多讯息是蛮特别的，所以他给了我很多启发，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开车到都灵去找他。他有些新的讯息啊都会给我看，所以那个时候关于这些很多宇宙其他星球的状况他都会跟我谈，我这个脑筋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开来，所以我的东西不是只想地球的东西，在宇宙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尺寸了、啊、什么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是无限小，有的时候开始画我不晓得要画什么，那第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其他就会跟着来，这样子很难讲，这个是 kind of inspiration but I cannot tell you exactly what it's happened how it's happened， 普通人看的不一定能够了解，因为你这个题目跟这个画有什么关系，我自己知道是有关系，我那个时候开始画一个系列的纸上作品，我就是在冥想而不去指挥我怎么画，所以我这个手，我也没有叫他要这样动这样动，我就让他自己动，就画这些画 ，completely automatic。Very spiritual。Yeah。抽象作品有些时候太 logical 也不一定好。你在70年代，我自己觉得开始。慢慢成熟了哈，也有一个家了。60年代跟80年代中间那个70年代好像就是一条桥，那是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在78年的时候也发起了一个 Soria， 就是那个太阳运动 Soria， 这个是我在丹麦在 Copenhagen 跟另外一些丹麦北欧的朋友一起发起的，黄土之后也再发起一个国际运动，是啊，你为什么什么引起你要跑过去丹麦？是 Sanskrit， 梵文里头的这个太阳的意思，对，就是太阳的能量的意思，对，就是我们那个 group 就是用太阳能量作为一个主题来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潜力。有多少人那时候？开始的时候有5-6个，后来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，有十来个，有十来个20个，有德国的，有北欧的，有西班牙的，有意大利的，我办一个大的展览在西班牙那，这个展览以后
有些人就很认同庞统的思想，对，就来参与这样子。为什么是这个太阳？所有的能量来源，我们只在世界上有短短的几十年，能够去意会这种宇宙性的思考，我是觉得非常需要，因为要不然的话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来这里干什么。我们现在从历史的角度去梳理老师的发展，其实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，短短这20年，你发展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运动。我在60年代以前画的是有一点接近 symbolic and informal， 但是在60年代以后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，因为我必须有自己一套思想的方式，你才能够建立起你的艺术形式。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，我就写信回台湾，我要霍刚帮我记道啦，帮我记这些中国古代这些哲学书到意大利来，我那个时候才读这些书。后来我就这个书看了以后，真的是给我打开很大一个空间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从这个哲学思考的路线走出来，慢慢走到我自己的路线，这样从61年、62年就是我自己的路线走出来。所以我非常清楚，你在西方，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这个风格，甚至于是你自己文化跟自己文化有关系的风格的话，就是很不容易冒出来，因为你比不过人家嘛。89年，什么样的去世？他过世以后，差不多8-9个月，我画不出来。我是后来突然有一种醒悟，就是说生命是永存的，并没有结束。那我想通了这一点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你无论如何就是一种大能量。有那个感觉想通了以后，我就整个新的系列就出来了。花园系列就是想通了以后，我觉得就有点天堂的意思了 ，paradise。对，就是说他去的地方是一种永久的花园。这个跟我们中国人轮回的一种观念是，这也是。不过轮回是因为你继续要修，还没修完，所以有轮回。等你修完了以后，你的境界就是像天堂一样。但是呢，我可以感觉到，大家以后去的地方是一个永恒的地方，是一个幸福的地方，是一个快乐的地方。Unconscious meeting， 一种灵性的沟通，真的很微妙，也是很微妙，是 it's necessary for your evolution， spiritual evolution。这个就是一种精神进化的一种表现了。一种人经过他灵性的精神变化的一种表现。我跟萨曼莎不只是一个父亲女儿的缘分了，我们一定前几世也有缘分，所以他的去世对我来讲是蛮痛苦的，经过这个经验。但是后来我有7-8个月都不能画画，画不出来。后来我想通了，觉得他虽然去世，去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，但是他是永远存在的。这个不是我要 worry about。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他的生命过程，也是我们大家的生命过程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乐观。我觉得我女儿虽然是去世了，看不见，
但是他在那边的世界一定比这里好。这个是我真诚的跟你讲，我并不是要自我安慰，因为我讲这个话，我觉得我也会经过这个这样的生命过程。虽然我想的是都想通，我画不出来，我就尽量试试看画，我能这样画，但是画不到我1%的感受。笑笑，这怎么下面都对面家去？你是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Ciao ciao， allora siamo invecchiati。Siamo invecchiati。Vabbè meno male。Serena。Serena。Maggie。Maggie。Piacere。Hello。Hi。Hi。Serena。这个你有 ？Cola。Cola。Yes。Gli altri sono tutti lui è regista. Buongiorno, buongiorno. Selena. Guarda come sei diventato bianco. Hai visto che orrore. Passa di lì e così viene a aprirmi la casa. Perché adesso è chiuso. Sì. E adesso lei è in negozio, sua madre è libera perché stanno raccogliendo le cose. Oh, che bello. E un attimo, non posso chiudere. Già. Tanto pensavo bene, ma così lei. Ma c'è un po', non posso. Allora è un po', eh? Non sei ancora in bacchette. Quanti anni è che non si vede? Nico Rega, si può sentire Leonardo. Cioè, tu vuoi fare il Leonardo, 就是那个达文西那个名字 Leonardo 一样的名字。他姓什么 ？Leonardo 什么 ？Rosa。Rosa。Rosa R O C A 就是玫瑰花的意思。Questo libro è tutto su di lei, è tutto sulla nostra storia。这本书都是他们一辈子的记录，这样子。嗯、这个是他的那个书，这个是对对对，这里面一定有，这个也是他。嗯。哦。有大六岁。他今年90岁，那你什么怎样认识他的？我那个时候在米兰，我大概1958、59就认识他了。啊，所以之后就一直有跟这个人联络。你上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大概7、8年前。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。Sono troppo curioso che ti guardi。有没有谈到什么？没有谈什么，心照不宣了，就是许多事情心照不宣。我对人生的看法是没有物质限制的，对，这个地方搞清楚。对，我在这边活的时候，我跟他见面；我到那边去活，我也会跟他见面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永久性的老朋友、兄弟一样。对。就跟我谈生死没有问题，我一点都不在乎，真的是有许多中国人很忌讳人家跟他谈生死，
所以我这些早就想通了，反正人也不会死，我们看起来好像会死，人也不会死，因为我有许多例子我都经过这个，那些去世的人看起来比我们还年轻力壮呢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想完全想通了，这个生死的问题一点都不是问题。这一次回到上海，你会不会也是觉得应该有一种落地归根的一种感觉？就是好好的一个过程，是介绍你整个生命的历程。对对对。我们说回家的时候，对于艺术家本身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寄语啊，或者是在展览希望表达一种什么你自己的一个？发展的一个历程给那个艺术界看呢？我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是蛮辛苦。我五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去世了。去世了，他是个艺术家，也不晓得要家里要留一点钱。那个时候我五岁，那我妈妈就慢慢的把他的乐器都卖掉，因为没有办法吃饭嘛，就是这样子。是，后来我妈妈还到市政府去上班，很辛苦。所以我十岁的时候，我妈妈是这个癌症去世，我跟我妹妹就住在我姨妈家一年，我姨妈也在上海那个时候，后来抗战胜了以后，我在南京的姑妈，他们从重庆复员到南京，我姑妈送我两个表姐到上船，从上海上船到美国去留学。他就顺便把我跟我妹妹接到南京去。到台湾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非撤退不可，尤其是我姑父国民党的大官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分批的撤离，从大陆撤到台湾，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是唯一可以逃避的地方，那边渡个船就去了。家相信这个传宗接代啊，我姓肖的，我们家就是我一个人。我他们都希望我结婚生孩子，我在国外养孩子多麻烦。我的女儿并不是真正的女儿。嗯，但是你留下就是你的艺术品，留给世，更重要是留给这个世界，不只是你自己的肖家，是整个世界。所以你对回家这个主题其实。没有特别万般感触了，真的是感触的方面很多。我回家不是自然一个旅行回家，那么多生命过程上的这个困难的这个时期，我都经过过，所以这个回家是给我带来许多回忆了。所以老师，我觉得回家可能就要说一个天地，就是老师的家，太空是老师的家，对了，对了，不是一个点。不是什么上海，不是米兰，不是台湾。搞抽象艺术的时候是1950年代，对，中国开始对现代艺术有兴趣是80年代，对，我们比他30年早30年，在文化方面是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回去展就是等于补写一段历史。
太末了，觉得怎样？回家就是回家的感觉很复杂，不过是很荣幸。谢谢其他的各位对我的这个展览有这样 positive 这样的这个协助，谢谢我能够在上海重新出发。